好，一场选举是抢过半争龙头，闹哄哄。但是您注意到了吗？在台南县东山乡岭南村，在这个村落呢，投票率不到1%。原来是村民不满没有立委候选人关心垃圾掩埋场就要盖在自家旁边的问题，因此拒绝投票。如果去投票，还会被骂。立委选举东森乡李南村发起了拒绝投票，结果有人去投了，还遭到了辱骂。啊，是不得不是我咧搞干掉，哪样？啊，你问我嘛事，现场有人来。啊，我来啊。啊，啊，无啦，我来来，人精咧。现在我讲话就行啦，咱村子也未使当到这个经营啊。李南村因为县政府要在当地设掩埋场，结果村民。